上班几天呗？哥，把事儿和目标都给你明确了。五分钟，说什么？滚回去！他妈一个也不能少！我他妈叫乔子，我他妈也不是个善茬子。你们这谁说话算？哎呀，大伙看看这谁，是本人啊！你怎么那么本事呢？你现在，你啊，大哥，注意点啊，跟大哥说话注意点。霞子是吧？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孙哥行。坐。小子，你说哥，你那些视频呢？我都看过，拍的还行，但是不挣钱。哥有个挣钱的路子，带着你们一块儿玩玩。你不用笑，我跟你说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哥慢慢给你唠。带我，对呀、啊，省钱、啊。我跟你说，行了。别看你有些事情做得挺好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起合作呢，哥看得起你。哥，你这语言真香。那你想怎么带着我一块赚钱呢？我也想要钱，谁不想要钱？首先呢，哥给你交个二手车那会儿，哥都没打眼儿。我跟你说，哥产业很多，竞争对手就很多。你想想，我让你去爆他们的黑料，有料爆料，没料给他们创造料，把他们搞垮了，都上咱这儿来，事儿就好办喽。一点点的把这个事总合一下，弟兄们都方便方便了吗？孙哥，这事儿啊，可能我做不了。做不了？做不了是吧？不要紧，把你团队都叫了，不就四个人吗？把欠钱我都给你补上。你还找我欠钱呢？你这底我早就探过了，兄弟。哥是干啥的？哥后边的弟兄都不是吃素的，我跟你说，哥现在还在这儿跟你谈，你应该心里有个数。爱惜你是个人才，所以说咱们还有谈的机会。兄弟，你考虑考虑。我觉得这事儿不用考虑。不就有点小误会吗？不就那破车行吗？老李，进来。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有矛盾而不，而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本就不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不行在哪儿呢，兄弟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们在一起，哥把事儿和目标都给你明确了，咱们不就好办了吗？里面还有那么多弟兄啊，我在一块儿给你照顾好啊。行了，我们合作呢是双赢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不会很长时间。五分钟，你好好想想。好吧，兄弟，我不会对你怎样，但我问那个弟兄，我可不。
啊，那个哥吹牛皮啊，想就随便谈。别说，落网在地上。我还真想红了，那你说的呀，都挺在理。反正这个人啊，还是得考虑点眼花钱的东西。钱这个东西，真是一个得好好考虑考虑的东西啊。这就对了嘛，这位置是好啊，好吧。要不然人打麻将的时候都喜欢找亮一点的地方。对了，要找感觉。谈，我觉得咱可以谈，但是是我跟你谈，你啊，没什么资格跟我谈。我说你哦，没什么资格他妈的跟我谈，那就没得谈呗。有的谈，叫他当爷爷，怎么谈都行。说什么？你想跟我练练？分分钟搞定你，信不信？老李，进来。啥人？妈！你滚回去！三哥，来，你怎么带我？我怎么？你离开。说。让我想想啊，从哪儿开始跟你谈起来？你知道咱这事儿是什么起因吗？是我一好兄弟啊，人就他妈想干个买卖，赚点不背良心的钱。上来他妈就这么难？两位才是两位失望，两位失望。我他妈不是买，我是人，我他妈也不被踩死，要死也是你死。不管你他妈是什么老乡胡子，不管你身后有他妈什么能力，又有多大能耐，但我得告诉你啊，你他妈对我有理的时候，我就是彬彬君子；你他妈敢冲我大吼大叫，动我朋友的时候，大不了投我于井，鱼死网破嘛。我告诉你啊，姓孙啊，你他妈惹了我，你也好过不到哪儿去，我他妈取不了你一条命，我截你半条命。啊！拜拜。兄弟啊，我他妈告诉你啊，我他妈叫祥子，我他妈也不是个善茬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知道。同学们，走，同学们，走。哎，李嫂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看这个事儿，我觉得也摆的差不多了。啊，看不行，到时候你看，Kiki 面前，你就帮我说两句话。啊，然后这个都好说啊，是吧？然后那个，等着这事儿完全过去之后啊，你就Kiki 先加进你的结合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，谢谢谢谢。有个事儿想问你，你们还招人吗？招，哎，怎么？我们考虑考虑，我们考虑考虑好好好啊。我考虑到了，我给你电话，好吧，好吧，哎，都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这人招的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种人咱不能招啊，这姑娘我估计咱也压不住，别走。有他妈啥我扛不住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心！你他妈你自己扛住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自己扛得住，用不着你。你扛不住啊！活一起活，死一起死，去他妈狗命！祥子，懂吗？啊，一个个累啊！以前我让你别做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求求你了。你现在啊，你咋这么硬？我怎么了？杨队长，什么事儿啊？队长，杨有福客。
你滚回去！我他妈娶不了你一条命，我劫你半条命。我他妈叫小子，我他妈有一个擅长。支持古惑吧，你们有任何喜欢的草品，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为你们推荐，作为你们的客服，我会给到你们最低价哦。赶快添加我的微信号 Kiki 九六五二一 Kiki 九六五二一 Kiki 九六五二一。